啊，你说的小资是管理层吧？对的，对的，就是公司的管理层。哦，那当然了。哎呀，那人家可会了，这是典型的，这虚伪。你要不懂啊，真是被他忽悠了。本质的东西，人家特别抠啊，工资定什么，福利定什么，定好了以后呢，哎呀，人家特别客气啊，礼貌啊，早上见了说 hello 啊，晚上是 goodbye。然后呢，这个记住你过生日给你一些东西啊，小恩小惠。怎么说呢？这是属于高情商的雇主啊。我也见过低情商的雇主。英文讲就这个人呢，起床错了，就 wrong side bed，就是他起床起错了，一身总是不高兴，不高兴拿工人撒气啊。我也有也见过。这么一个老板，有些东西啊，有的是高明的这个雇主，懂着怎么去拉拢小恩小惠啊。你看我在 AT&T 公司里边，我们那些白领当然没有工会了，所以呢，公司经常组织一些叫团队建设啊，team building 啊，团队建设。哎呀，有什么游戏？有些那游戏呢，就是大家得同心协力，找出这个答案来，对吧？啊，各种的游戏啊，这样子就是大家要懂得要互相协作，要共同努力啊，团队建设。但是呢，一到裁员的时候，没团队了，没了。所以在他需要你的时候，他说 "We are in the same team 啊，We are in the same boat 啊，就是我们在同一条船上啊，同一条船上啊，所以大家要共同努力。"啊，要不然船沉了，大家都没了。但是真要船沉了，我们不在同一条 boat 上，那就是他要保护他自己啊。所以我经历过这种就是甜言蜜语的，我们都是同一条船的，老板那么说法啊。所以有工会的地方呢，一般老板呢不会太甜言蜜语的，因为那是按工会按合同走的。然后呢？这时候呢，就是厂方呢基本上想方设法使得这个合同呢变成一张废纸，所以他会找各种茬儿啊。那么工会呢就针锋相对的啊，就是要捍卫这个合同里边的条款啊。所以有一次，我刚才忘了讲，在那个汽车装配厂啊，就是那个。配件厂在配件厂，当工人的时候啊，有一段时间呢，对，当时他们是工会合同里边有一条，就是说工厂要解雇工人，必须提前1周通知你好有准备啊，所以你要没有1周的提前通知，那你就不能当时把工人解雇，所以要给他1周的准备时间。结果有一段时间，工厂不知道需要不需要解雇工人。每一个周五告诉你啊，这个下周是最后一周了。然后呢，每个周五他告诉我，下周继续来，但是下周可能是最后一个。一连2个月，每一个周告诉你下周是最后一周啊。你下周来，但是下周可能是最后一周，看起来好像给你一个提前做准备的一个说法，其实就是一个形式啊。所以一般来讲，有工会的这个单位啊，企业也好，政府机关也好啊，学校也好，那么这个员工和管理层啊，他们有冲突的话，都通过工会小组长。啊，去谈判啊！你比如说，工人迟到了、旷工了、病假了啊，或者是出这个工伤了，或者是这个产品出问题了，厂方要解雇，要开除这工人啊。那么工会小组长跟他去谈判啊，然后呢到底能不能啊去谈？所以呢都是有这个一套秩序。但是没有工会的，比如说我在 AT&T 的时候，那没有工会，那就是那个管理层呢，就是甜言蜜语。哎呀，我们经常
会有这些叫什么团队组建的活动啊 ，team building， 然后呢，那个工团那个小组长啊，也拉拢大家，经常一个月多少去外边吃一顿，带大家请大家去吃饭啊，大家一块儿。但是公司啊，有个规定啊，就是说我不知道相当于什么，它叫我都忘了那个，就是说管理上百来个人的那个内层的领导，他要请大家去吃饭，他必须经过他的上司的批准啊。那么底下小组比如说20来个人的领导，他要是请大家吃饭，他必须听过百来人的那个领导的批准。所以呢我们这个领导就耍滑头啊，他呢让大家一块吃饭，但是呢他让他的下属去报单子，然后呢他批准。你可以看出来这公司里边呢，哎呀，也是猫腻事特别多啊，特别多啊。然后呢这个拉拢啊这个甜言蜜语的，但是要真正要裁员的时候呢，哎，但是 AT 的裁员呢还是比较人性的啊。他说我们要裁员了，你可以报名自动被裁，那我给你这个多少月的这个叫severance pay， 叫什么呀，就是补偿啊，这个给你补偿啊， N 加，中国叫 N 加一是吧，你多少个多少年给你多少月，然后再加一那种的啊，补偿。所以我那是有一次他们是要裁员，我主动提出要被裁，所以他给了我半年的这个工资啊。然后呢还有呢，他当时有一个创业鼓励啊，就是你要创业我给你资金啊。然后呢我就编了一个我创业，然后呢骗了他10万。我说我专业，我做软件什么之类的啊。所以拿那个费用呢完成了我的这个博士论文，但是没完成。因为我博士论文呢我以为半年就完了，结果花了2年。哎呀，那时候最后还得借钱维持生活啊，那就不多说了啊。所以就在这个劳资关系里边呢，劳资关系里边啊，这个有工会呢它是比较有规范的，没工会的呢那就得看老板的脸色了啊。那么那些比较明智的管理者，那就是靠小恩小惠拉拢关系让你心情好。因为这不像流水线，不像这个比如说这个比点工资啊那个你可以知道他干多少活啊，这质量也好检查。但是好多白领工作啊，他没有那种不是流水线，他不是那种计件工资。所以这个员工的情绪，员工的主动性对生产影响特别大啊。这里边大家搞过这些都懂得。所以他需要让大家觉得自己被领导重视啊，然后呢被领导看得起啊，然后呢这个这样他的积极性就能上去啊。当然有些比较愚蠢的啊，情商低的这种领导层，那其实他是捡芝麻丢西瓜啊。我不知道答案。有什么这里边呢，就是对社会现象，对劳资冲突啊，根源在什么地方，有各种思想，对吧？有的认识清，有的认识不清啊。老板里边呢，他对自己的利益在什么，他很清楚。但是，有的时候呢，他也面对的就是说，小老板受大老板的压迫，大老板受垄断资本的压迫啊，他一级压一级，就像那个富士康嘛，他有车间。然后有这个厂区啊，各级领导，然后呢这一上级骂下级，下级骂下级，最后那个县长骂工人
啊，越骂越凶啊，军事化管理等等啊。所以这里边呢，就是说企业管理有不同的方法，有的是那种军事化的管理，有的是那个人性化的管理。所以有的你做企业管理研究的，你可以看到有那种军事化管理的效率特别高啊，你也看到有一些这个人性化的管理的效率也特别高啊，所以各种例子都有，然后呢相反例子也都有啊。80年代美国特别宣传日本的企业管理，日本的是终身制，然后呢日本的这个老板呢对员工呢据说啊特别好啊，各种奖励啊，各种福利啊，各种让他学习啊，然后呢日本的这些比如汽车工业里边的工人呢，老工人他有经验，他会提好多合理化建议啊，然后呢厂方呢就采用这些建议提高它的产量，提高它的质量啊，所以有很多这种所以我就说啊，好多人把这个鞍钢宪法讲的特别神乎其魂其神的，其实资本主义可以做到鞍钢宪法的那种办法啊，你说两三一改三结合啊，那么干部参加劳动不是做不到的，有些西方的企业里边能做到啊，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不是做不到的啊，德国的企业工会在董事会里边有席位的啊，那么这个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在一起三结合搞技术革命技术革新，这在日本企业也搞过啊，所以我说这个鞍钢宪法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啊，所以一些明智的资本主义企业啊，他也会懂得怎么去从工人中里边吸收很多经验，从工人里边提拔一些有能耐的做管理层啊等等，这都是有可能的啊，所以从资本主义本质上来讲啊，怎么管好企业是一个策略问题，但是劳资冲突这个呢他没办法啊，因为他资本家可以对具体的行业的工人，尤其是技术工人啊，有经验的工人给他特别优越的待遇啊，但是呢他解决不了生产过剩的危机啊，这个他解决不了，因为生产过剩的危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你的产业产能超出了消费的能力啊，所以它的产能扩张超出了消费的扩张啊，最后造成大量的产品卖不出去啊，所以这个呢你无论如何多么对工人对具体的个别的工人好解决不了啊，你除非所有的资本家给工人的福利相当于工人的产出，那资本家没利润了，呵呵，对吧，他不干的，不干的啊，所以个别的啊企业可以做的非常人性化的，这也是之所以为什么有好多工人贵族的出现啊，工人贵族就是这些能为资本家着想的啊，技术工人呢，高薪的工人啊，他就能把他能换位思维啊，能体谅厂方的难处啊，特别有意思，这个现象有的时候是不自觉的。你看我前期在一个灯泡厂啊，不是灯泡，灯具厂啊，好多年当工人，也一直争取当工会啊，所以有一段时间他是工会主席，然后呢就要跟这个厂方谈判工资，然后厂方呢就给他了好多信息，你比如说我们这厂一年得花多少啊，在医保上啊，在社保上，所以我前期当时不懂这些，突然就晕了，哎呦，工厂真的这么多负担，那么工资真是发不出来啊，那我还得给他讲啊这些东西，虽然是这样子，所以工厂他跟工会谈判的时候，他也是给你两本账啊，他会扩大自己的困难啊，掩盖自己的
真实的利润啊，尤其是那些不上市的公司，它不需要报财务啊，啊，所以呢，好多工人斗争的时候啊，你不能光从情绪上啊，你光从说，哎呀，工资工厂呢给我们的工资太低了啊，但是工厂老板他完全可以拿出好多证据来，你看我们的竞争对手啊，人家工资多低啊，那么人家利润多高，你看我们这儿工资太高了，我们这儿工资比别人都高啊，哎等等，所以他会找好多这种借口的啊。至于每一个资本家怎么对待工人啊，这里边形形色色什么样都有啊。你说你给一些工人讲这道理，有的听不进，有的听得进去，有的听不进去。听不进去的别浪费时间，被社会毒打以后，他说不定就想起来了啊，就听得进去了啊。所以你把道理说完了，不需要跟他争论，不需要辩论谁对谁非啊，你把道理讲出来，听得进去的就听进去，听不进去不浪费时间，这是我的态度。没有啊，没工资，我就靠我的积蓄啊，没工资，那啊，所以那是比较难，但是我有足够的积蓄，我也没有什么奢侈的东西，所以基本上只要能把房贷出了，那时候房贷不多，因为买了一个老房子没花多少钱，然后呢我也没有什么交通费啊，而且我妻子那时候上班呢啊，我前妻上班呢，所以呢费用不太大，所以我就靠积蓄所以那一年一点收我是没有收入啊，但是我觉得值得，我要把学上完，所以呢我就这么度过去了。